是喵小千，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2.18 PRB 90分钟耐久赛的最后一站，终于到最后一站，第24站 Project Car 2 Group A。 当然我们的最后一站就是在牛背，不过因为 PC2 的牛背没有 Peter， 不知道为什么，为什么没有 Peter， 反正就是没有 Peter， 所以我们就把它改成了全段的，就说这是我们第二次要跑24小时的配置，南环加北环一起跑，那我们就开始吧。起跑，一起跑 ，Alex 就一个猛爆的向前。今天是大雨天，雨非常的大。果然如此，我在按到后面，不知道为什么有一台斜斜的车。刚刚起跑的时候好像就斜斜的。女神 Alex 一下子抢下第一名的位置，后面紧追的是成员。闪了一下呢，开到了，从 Alex 旁边超过去。起跑了，进群。哇 ，Alex 失误，开出赛道，想要把他进群超车，进想要把还超了进群，来到了第二名，进群第三。Alex 第四，上桥第五。
好吃的强。墙上去跟他亲热的。
要是说弯不弯，说值不值得去了。吃草通过，三条也蛮疯狂的。吃到了旁边的路沿，车子扭了扭，顺利稳住。X 没有在斜坡上，差一点要吃墙，距离都被拉开。三丘吃草，继续下坡去。赛车也蛮狂的，吃了这么多次都没有吃。速度慢下来，被 NX 跟上。似乎看到了一点蓝天哦，说不定接下来雨会开始变小。那赛车在这边还是稳不住啦，被 NX 超车啦。追上 Alex， 依旧疯狂。就那以为雨会变小，现在雨好像更大了。
实际上要看到这么大的鱼，应该都很困难吧？就算是平常也不太常见啊，这么大的鱼。环游完出关超车失败。差一点碰到尾巴，往旁边一闪，速度又慢了下来。我不在进入北环之前超的话，可能就没什么希望了。下车，结果 Alex 自己失误，压过路人。